路跑是现在国内最风行的运动，今天新城开跑的万金石马拉松是全台第一场争取国际认证的路跑赛。今天国内外优秀选手还有上万名跑友的加持下，负责评鉴的国际田径总会技术官员表示，各项条件应该都符合，因此呢，万金石马拉松有可能获得认证，成为铜标赛事。